我们去一家普陀山的餐厅，有很多出名的人，包括我。包括你，这就是一个明星人。我是明星。哎，你看，戴眼镜。我怕很多人知道我，所以我戴眼镜的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品尝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索诺汤，那在夜里各地各去都有自己特色的索诺汤。黄色的颜色，所以比较浓稠的。对啊，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，第一，他们没有用椰奶来制作的，然后第二，他们煮的时间，比其他的索诺之类比较长。然后你可以选择很多的，可以选择牛肉、鸡肉还是什么呀？按照你的味蕾。牛肉的内脏，牛肉的内脏也有很多了，是吗？是的，对了，我们的节目是健康美食啊，你可以享受健康，我享受美食。你是美食，我是健康，健康美食。要不要忘记收看我们的节目《健康美食》，每个礼拜天。对呀，而且呢，不要忘记收看我们在 YouTube 上的新闻 Vlog。我是马天天，我是阿玲，我们下周不见不散，拜拜。